舒服。飞过来！哎呦！哦哈哈！哇，真的老虎叫！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看到他走过去了。过来，哇，好多！这是我，这是他，对。八月中旬，亮叔结束了两个多月的日本出差行程，回到中国后，开始了为期28天的漫长隔离生活。而在7月底的时候，南京爆发了新一轮疫情。亮叔很想知道疫情后的南京究竟是怎样的。Hello， 亮叔。Hello， 李老师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隔离生活有意思吗？挺好的，我已经习惯了，有点舍不得。不要工作嘛。哎，从现在开始我的工作。哇、结束了最后的14天居家隔离。今天许久未见阳光的亮叔终于重获自由了。啊！哦，哈哈，好舒服！哇、哦，嗯，自由的感觉。哇、哦，一直在监狱的感觉。这个风，这个自然的味道。爸爸。哎。赵敏来了，赵敏，好激动，赵敏，赵敏，我给你买的椰子啊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想不想爸爸？下午我要准备，想不想爸爸？请爸爸。你先上楼，赵敏，马上回来。那你等一下，马上回来，然后再回来之后去那个动物园。爸爸，爸爸，有什么变化呀？这3个月没变化。没什么变化吗？不会吧？哎，没有门，没事吗？没事啊。刚才不是那个大门口有保安吗？哦。你现在什么心情？なんか終わってみると本当あっという間だった。那一结束觉得很快。那疫情的时候，这那个打的有那个吗？保什么什么膜吗？透明的保鲜膜？这个倒没有，但是打车的时候必须确认那个健康码。有司机还给我看。啊，师傅。对。师傅也给你看，你也给他看。对，他说。嘿。看一下我的吧，因为。Hello。健康码吗？对对，都是。どうぞどうぞ。どうぞどうぞ。你为什么会讲日语啊？哦、紧接着闲不住的亮叔参加了南京旅游局的一个活动。我是主飞亮，好尴尬。我叫帮你擦眼。我去过4次5次左右吧，就是我喜欢那个天目湖的那个风景。南京已经基本恢复了往日的活力，许久未见家人的亮叔最想做的事还是陪在孩子身边。出发码对到这里，这，哎，对到这里，人在那区域里，啊，开始身份了，啊，全部出来了，信息、照片，好、哦。3、2、1，哎，可以啊，赵明。看到，我刚才举着它就飞过来，哎呦！哎呦厉害了，赵明。哎。哇！还一起拍，一起拍，还赵明，赵明，我看妈妈，看妈妈。一、二、三。哇哈哈！哇，卡哇伊！哇，好可爱！哇！哇！すげえ！哇！哇！哦哦，真的老虎叫。哦哦，我应该还以为人在。我以为人呢。哦，走吧。嗯，没人，就剩我们仨了。来来来来，
爸，来来来，好久不见，庆祝你好久不见了。啊，啊，哥们，这是啥呀？哎呀，我的照顾小孩真的很累。因疫情延后开学的南京中小学，今天终于开学了。同时，这一天也是亮叔的宝贝女儿第一天上小学的日子。怎么样？今天干嘛？今天是第一天上小学，是不是？心情如何？开心，开心不？你们这一届作业很少的。开不开心？不开心。那应该是不能进去，就只能在门口一个地方把它交给老师。是吗？呀，都开学，终于开学！今天是9月13号了。你看，他家长都在看，家长都在逛，因为第一天嘛。Hello， 你好，是谁啊？我是竹内亮。啊，竹内亮，你是大明星。小明，小明，你是我们不理我的小朋友。他完全不理我，已经长大了，还是朋友重要，对吧？朋友比爸爸重要很多。没办法，你就快一点，马上迟到了。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我看到他走过去了。看到了吗？看到他走过去，有老师领着进去。我的天，这有多少志愿者？二年级的学生带着他们进去了。他妈就走到第一间。哦，你看，人家也想看了。啊，不好意思。あのテレビあるじゃん。モニターみたいなあそこになんかレンズこっちに向けてんでしょ。ああ。一緒だ。那个帐篷。看到了吗？之前没有啊，那个帐篷。没有没有，而且之前是那从那边进门。哦。这次就从这里。啊对对对对对。之前从那边进。啊。剩下的只有你。你才知道是吧？才知道，还两个孩子，已经离开我们的手了。当初由于亮叔临时决定去日本，所以原先在南京打过的第一针疫苗的他，今天要来补打第二针。没想到，好多，这个，新冠疫苗集中接种点，这还在排，怎么会这么多？要打疫苗了，你一天大概打多少疫苗？这两天再多一点，一天可能要上千。上千，这么多？这是肯定的。为什么最近几天这么多呢？因为最近几天打第二针的人比较多，9月份刚开始的时候打第一针人多，现在21天到期嘛，所以人会比较多一点。哦。不要揉啊！哎呀，只不出血就可以了。哦。啊，这个要确认才能够可以出去。对。啊，不能随便出去，要盖章才能够可以出去，这么严格。已经3个多月没回办公室，此刻的亮叔有点紧张，好久没见到他，我好久没进去了。这个公司，我好久没回办公室，有点紧张。应该大家给我准备很大的惊喜吧？没有啊？是吗？哎，有一位，谁会？好久不见，只有你一个人，我以为好多人过来接我，我怎么？真的会啊！哇，谢谢哦，谢谢，びっくりした。哇啊，谢谢，好久不见。回到办公室后，等待亮叔的除了可爱的同事们，还有14号晚上到达大连，然后15号早上开始。我们5点钟得去，就是架一点机位啊之类的事情。这机票买了吗？机票买了。为了有更好的状态和精神投入工作，
亮叔决定从头开始。戴口罩不好剪。对，不好剪。对哈，你怎么剪？我全部都正常剪，因为都是熟悉的老师。哦，不熟悉的人如果戴口罩的话怎么剪？要把口罩拿下来重新设计一下。哦，你真的胖了。因为疫情在家不动了。那七月份那个疫情还开门吗？开门。哦，是吗？那你为什么开门啊？正常营业，因为在市中心我们都关的话，就是会引起恐慌，有一部分原因是这样。哦，怕吗？当时？不怕。疫苗都打过了。打过了是吧？你觉得他是谁？哎，左边那个是你吗？对啊。这是我。看不出来。这是他。咱俩换了两个头。对啊。韩国人，可以。他说可以就可以了，他是老板，他是老板。ご覧、見てください。たくさんのトラックがここに止まっています。ここに止まっているトラックはすべて、この中の、倉庫に入るための順番待ちをしているトラックです。第二天，亮叔拍摄了给日本介绍中国防疫的视频。这个呢，像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个机器在消杀。这个呢？这个是核酸检测。哇，我做的。对，用棉签涂抹啊。一个一个都要做核酸吗？对。那他们几个月没见到家人？我们自己是轮班制。啊，轮班的。就是你在里面工作十四天之后，然后我们出来再隔离十四天之后，然后就是两个加在一起28天之后，你就可以回家。这样子。上午的拍摄结束后，忙碌的打工人亮叔又马不停蹄地前往下一个拍摄地。我在南京的生活好短，只有2天就结束了，我想多待几天。对，根本没有享受，反正我放心了，南京已经没有问题了，对吧？拜拜。